Hello，大家好。我昨天发了两个视频哈，关于土在蝴蝶兰的事儿，关于土的问题哈。有的小伙伴就纠结我们这边的土哈，有的南方的朋友呢，也非常喜欢这个我们的土养的蝴蝶兰哈。就是我建议咱们北方最好用纯土养，纯土确实有后劲啊，不是我个人的经验，是评论区好多网友也是这样的意见。南方的朋友呢，可以苔藓或者是那个树皮，或者是其他的介质哈，只要是那个干净的介质就可以哈，干净的、健康、没有病菌的那个介质掺在土里边养都可以哈。就是土呢，能够增加那个给蝴蝶兰持续的那个提供营养哈。不像是那个水苔那个营养太那个，总而言之那个苔藓的营养是不如那个土的。我这是在有几盆那个土和苔藓。掺或者是纯土养那个蝴蝶兰，这个经验告诉我哈，就是土的营养对蝴蝶来说，蝴蝶兰还是比较喜欢的哈。那么我现在就昨天我就说了嘛，我说把那个我纯土养的那个蝴蝶兰那个状态给大家看一看哈。看，大家看一下的哈，这三盆儿啊，这盆是咱的紫水晶。紫水晶一会儿我想看，量更多了，我让大家看啊。完，咱再看，就是我是用纯土栽这个，看这个就是镜头往下一点看，这颗吗？这颗明显的就是不是花剑，是叶芽，还有一次出小出叶芽了，哎，真神奇呀、啊！看看这块这侧。这个看到了吗？这块儿，这个花间，这明显也不是花间，也是叶芽。看看，就是现在我这用纯土栽这个，已经出两个，就是小苗在那个花间上长出了两棵小苗了。我看那个栽在哪儿，在那个网上。有好多网友就是那个啥，也是关于栽蝴蝶兰的，他用龅牙素啊，什么什么，这地方用那个牙签儿给它扎眼儿啊，涂龅牙素。你看咱们没有，咱们就用纯土栽的这个蝴蝶兰，你看在它那个开过花这个剑上，你看它就长出来小苗来了，这就是这就是苗嘛，叶芽不是花剑了。你看这所有的节处都萌动了。这个是剑还是芽还不知道。你看这个是剑呢，是芽也不知道。过两天咱们最终啊，我最终给大家录一个啊，这个盆儿就是用纯土养的那个哈，这盆儿就是用纯土养的那个，就是纯土养的那一盆儿嘛。你看，就是已经出两个小苗了，在上边也没抹什么龅牙素，就是用纯的松针土栽的。你看哈，这不是这个，挺有意思。这个就是那个小芽，上面这个更大了，你看，上面这个是这么大了。这个小苗，那个有的网友说的，他的用土栽的那个，这个小苗上还能够出花剑开花，我感觉是有杠上开花的感觉了哈。那一位网友说的，他说的他常年的，他连花剑也不剪，他说他就用纯土栽的，他连花，他说他就用纯土栽的，他连花剑也不剪，他说的就是这个这就这个这就这个苗不在上边长了吗？又长出一颗新的那个蝴蝶兰吗？他说这颗新的蝴蝶兰就在这上边还能够开花，咱们我这个也争取不剪。看它在上面能不能开花，这个我一直追踪啊，追踪录像给大家看。咱们看看蝴蝶兰能给咱们带来多少惊喜，给咱们带来多少乐趣哈。下面我再看看咱们紫水晶开的怎么样了啊？网友们看一下紫水晶，这紫水晶好像是，哎呀，更开的更多了。你看这根花上一开始不开两朵吗？这隔一天没录吧？你看开出两朵来了。你看这根老花剑越开越有劲了，看看，
越开越有劲了，这没完没了的开，而且花还始终那么水灵哈，花非常始终那么水，好像开越开越长，看到没有？越开越长了。你看看，那翻过来，你看这个，这个主枝上不出这个侧枝吗？这侧枝上也开三朵了。你说这棵得将来得多长啊？这根花间得长多长，你知道？没完没了的往前长，大家一看这一根儿，这一根儿，我给它扶，这个扶起来了，到现在还没开呢。我现在纠结呢，是让它往这么弯，还是让它直着长？这个造型能美。网友们看一下，就是咱们这根花间，这不还没有开呢吗？这不是这是这一棵的，是这一棵的。离远一点，能看清楚点儿。看，就是这根花间，这根花间是这一棵的。我就现在设计它这个花间，是让它直着长，还是让它弯过来？你看这两个往那么弯吗？如果往这么弯，好不好看？网友们提个建议，这个造型咱们怎么造能好看？这盆紫水晶确实是太漂亮了，我就想好好给它造个型。网友们，你们说是这么弯好啊，还是直着好？这下边这两颗，你看下边出这个这么，这个花间，下边这等到时候，现在还有点水，小，过两天再给它扶吧。看这棵，这个已经很大了，这个小小小的那已经长这么长了，长得还是挺快的。看已经这么长了，这后边不还有一根小的吗？这棵紫水晶怎么看怎么漂亮。等我再把这新出这个剑，咱们在构图上和造型上再好好设计设计，它会多美啊！它的花量好像是在累累的增加呀，太漂亮了。那这花量逐渐的增加，这个老花间你瞅瞅，这么开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壮实了哈。其他那几根花间出来的时候，看一看怎么构图。把这盆紫水晶好好的构个图。大家看一下这盆紫水晶确实是太漂亮了哈，就是，这是用的苔藓和土那个栽的，一半儿栽的，就是等到那个，其实那个纯土栽的那个效果一定不比这个次哈，大家看一看哈，非常漂亮哈。你看，我用苔藓栽这个，它就没出那个花剑上没有出苗，就是但是花开得太好了。完了用土，咱用纯土栽这个，你看就出苗了哈，就出花苗了。应该还是出花苗比较好呗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播到这里。以后这两盆长得什么样，我会逐渐的都用视频给大家记录下来哈。记录花的生长路程，也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，也记录我们用土栽蝴蝶兰的美好生活。现在网友们现在在那个，评论区跟我互动的越来越多，大家也越来越喜欢我这种栽蝴蝶兰的方式哈。那么都行动起来了吧？都栽出这么漂亮的蝴蝶兰，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？拜拜，再见。希望大家给我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强烈的推荐。按手指，按大拇手指那种强烈推荐，让更多的人栽出这么漂亮的花来，太美了！这棵紫水晶，等它开，过两天它会开得更爆。我逐渐的会给大家录视频呢，看这盆美丽的紫水晶到底能够开成什么样，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。拜拜，再见！强烈推荐哦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哟，拜拜。